离就离啦！爸，你太混气啊！无你正是咧讲啥？你有知影伫恁母啊面头前阁讲一摆？恁后生唔敢讲啦，规气我替讲。只要咱就是感觉讲，袂当互阮小女啊幸福，啊伊感觉足见笑的，啊嘛知影讲阮小女伫恁这个家庭做牛做马咧拖，伊感觉讲话伊真歹势，所以才要放阮小女去自由啦。 啊，拄啊，就是讲要离就离啦，啥物一空？啊，你哦，无甲因囥好无当紧，等到我下查天花倒。唔免我点，即摆已经倒到足厉害啊！母啊，莫阁讲啊啦！哎呦，啊，今日你暗都无爱恁这个某啊，啊，你搁咧袂死心？ 无啥物好讲。小露，小露，等你讲安尼，我实在有够歹命，我少年酒馆，甲你安尼硬硬悠悠，吃个这么大汉，我敢希望讲，你会当来娶某生囝。 跟咱你家，安尼一代传一代，啊！来咱你家是将来无人离婚的呢，哪会到你这里安尼离婚？更笑死！我要袂死呢！你安尼做这种代志来甲我讲的，你是要让我死哦？你看你才欢喜是？好啦，你若要安尼吼，随在你啦，看你要安尼，我不要紧啦。 这个家啦，你甲看啦，啊来啦来啦，我有咧上色啦，哎呦，紧看哦，有啊，看好诶，你有看哦，咱这个家吼，连面都煞蓬蓬啊啦，啊我这个老吼，早嘛已经困车头啊啦，做迄个孤单老人，有路无厝诶。 但我原来吼，早唔照起工，安尼甲你烧香，你哪会拢无甲阮保庇啦？敢讲你已经调去别位去啊？啊无你妈咧来甲我托梦一下。啊，阿妈，莫伤心啦吼。阿妈哪会袂伤心啦？看恁两爸仔母啊吼，安尼老到要离婚啊啦！ 这天公伯吼，哪会无甲咱保庇啦？我无要求讲要爱有外福气，至少嘛爱互咱全家伙啊吼，安尼无代志，将心哦无贼啊，做伊去啊！阿嬷，你放心，我会当爸甲妈袂互因离婚。无效啦，等我讲的话，你爸都无咧听，你是啥物东西啊？是有效药啦？啊对啊。 我唔是东西，我是人啊！只要吼，咱全家伙啊，共心，这间厝绝对袂煞碰碰，对吧？哦，疼诶！你着爱有灵有声，老婆婆，互因两个唔通闹甲离婚，知影无？疼诶！唉，你甲鸟仔是安怎？ 一人行一路啦，一个伫楼骹，啊一个咪踮楼顶。我也实在想无呢，像这款婚姻，你爱这是要创啥？我都甲你讲过啊，规气甲鸟仔啊，切切咧，规心去对友谊啊啦。阿母，我甲友谊迄种过去的代志啊，啊人只要有无有囝，我都甲你讲，我袂去破坏人的家庭。我嘛甲你讲，你都免去破坏伊的家庭啊，我也无叫友谊啊娶你啊，你做伊死都无要紧啊。阿母，哎呦！
你吼、哦、做人细是你外歹，做人的细哦，我有权的，会当摕十三支锁匙，你若甲落个手头的哦，你后半世人拢唔免烦恼。我唔管几支锁匙啦，我不要甲你讲，要来做生意。要倒，白养老多少？哎呦，我是足无理法的呢，哈、啊！伊安尼甘愿做牛做马来拖，你做到死哦，人都袂甲你甘心啦，人同款也是要甲你离缘啦。再来也成，我知影啦，迄是当在风火头才会讲迄落话。即摆感觉店生意这么歹着，我无加减来做生意，趁钱等下到小天，敢会算？你这个戆查囡仔，你小路啊你！阿妈烦啦。不是去，不是讲你啦，阿妈，讲你老母啦。你莫就叫妈离婚好不？唔爱，迄是恁阿爸甲你讲要离婚的啊。伊拄则是咧讲气话啊。啊，恁阿爸骂恁老母土气啊，这是事实的，敢会假的笑？我相信妈绝对无头壳伤，拄则爸是咧讲气话，那这误会解释清楚了，就无代志啊嘛，你。文辉啊，你有够憨的哦！你若是去对友谊啊吼，哎呦，你若退伍倒转来，你的头路平平咧等你，你拢唔免烦恼无头路。咱两个真正有代沟，我歹讲啊。文辉啊，你听，你听。啊，那迄个配哦，免看我就知伊写啥啦。伊说这声哦，亲爱的春娇，我的爱妻，自你嫁我了后呢，我呢无和你过了真好命，搁和你为了这个家庭咧走作，我即马才知影讲我袂用的无你的，啊，我是真对不起你，啊，我嘛歹势转来见你，我一生一世敢若爱你一个，对不对？哼，啊不，佩奇校长。啊，无什么重点啦，卖看。念啦！离婚协议书，男方姓名林长青，生于民国三十。青梅，你看嘛，敢会到办离婚啊？卡叔公，那是你。你敢会知？会。你今仔来钱啦？将来啊，有事请教。做了，敢真是无离婚袂用的。咱外口就别人啊，不是变做。一世人为着家庭咧走做，为着家庭咧拍拼，安尼做牛做马咧拖，嘛是为着迄个家庭，结果所得到是这款的下场，敢会甘愿？敢袂用啊？当然嘛，唔甘愿，当然嘛会认。但是因母家呢，阁会当安怎呢？敢无法度通挽回？就是挽回嘛无，勉强挽。你甲想啦，一块破去，甲石块破去，你会甲倒翻起来，着嘛是有必须。以后见面，大家嘛会来要啊。咁像是在行到离婚这最后一步。一定爱你，伊是恁朋友呢，就是朋友，我才愈生气，我才愈艰苦了。一定爱签，一定爱签。好，你家都安尼讲啊，安尼也切切较规气。你，不你怎么含离婚书都甲传我？就是朋友，我才愈生气，我才愈艰苦了。一定爱签，一定爱签。好，你家都安尼讲啊，安尼也切切较规气。你，不你怎么
含离婚书都甲传我。什么嘞？什么你的离婚书？这是我的。你，我这话是当作啥？哦，哦，我即马咧讲阮恩情的，啊，你甲我安尼斗甲好势好势，无，宝贵，你甲小鹿也要离婚啊？啊，你甲阮恩情的哦，是始终兼外添的，但咱两个的感情遮尼好，想袂到哦，我即马甲阮恩情要离婚，啊，你甲你小鹿也要离婚。嘛实在有影有可怜，恁小女啊外头有查甫啦，阮年前的外头有查甫啦，咱两个哦，敢若人咧讲，同是天涯沦落者，开机哦，咱两个煞做对号啊。嗯，是啥？无啦，我是咧讲笑的啦，呾咱两个也袂合啦。别签啦！哎呦，那我眼前那些，我那些家庭，伊都外地，伊都给我放下了，我那就退酒瓦挂啦。袂用的啦！哎呦，阿姨对我这么无情，那譬如讲，你上路啊啦，那伊外头有查甫人，你都无多人原谅伊，我是要安怎原谅我眼前的啦？我就叫你莫签，啊！你这么签嘞，再来协会，再来骂骂吼，无我咧讲啦，你都迄张个跳破了，无准算啊嘛。你误会啊，我这哦，我这是欢喜的目屎，啊！我即摆，我即摆已经醉了，啊！你嘞，你嘞，你可怜，我注意，我注意啊，注意，注意啊，注意啊。你注意，我敢有可能？嘿，即马当娘已经知影当的外口的查某就是阮老母，应该会甲我洗头路才对啊。佮无，啊照伊的个性呢，应该会对付阮老母啊。嘛无，哎，到底是要安怎对付我？愈想愈烦恼咧。你小人唔敢入来。我头段鞋啊，去互落去。嗯，遐我甘愿啊，吼，怎啊要来上班啊？唔是啦，煞毋知厝个是大人啊，冤家娘济吼，啊所以。嗯，当恁老母遐贤惠，恁爸遐孝义，当有啥通冤呢？啊煞毋知阮老爸知因某讨着恁人，当个外口个查某就是阮老母，啊闹到要离婚啊。唉。阿恁唔真拍算，一个好啊家庭，因为安尼怎啊破碎去，真使人同情啊。就是讲咩，啊上可怜就是阮这事实，啊唔知到底要我爸还是要我母啊？哎，是讲我若我母吼，我就出头天啊。无，陈小鹿要甲赵兰离婚，安尼到时阵，因为也唔是搁较同情伊，伊唔搁较有理由去找伊。好对，嗯，行，跟我来去。嗯，什么道？来去，你就知影啦。好，行。做唔着代志哦，啊！当你照顾的老母嫁出来后生，你来做唔着什么代志啦？
啊，我你感觉店最近生意无通个外好吼？你住遮排车单吼，利用落多，一工嘛赚唔成钱啊。啊，恁阿爸阮阿妈是好朋友，我来遮甲你交款一下，嘛是应该啊。好，来买买几罐。走。陈太太，吼，你即摆是咧甲我分享？我今仔日吼，是专工要来甲你交关的呢。老弟妹，这几万块，叫你妈妈。你是想要怎个领薪水啊？养乐多备几万。无啦，养乐多唔免备啦，这几万块你收下就好啦，吼。我知影吼，一万块是无偌济啦。啊，不过我今仔出门吼，辛苦，我无赚到侪钱啦。啊，这钱是收起啦，我爸也收收的，存下等。看恁做外面，四个人做两行，吼。请到三分钟，拜托。国卡安怎讲？淑女是我好朋友招来的不？你安尼去甲侮辱，你什么意思？唔敢啊遐，将来会使误会我，你也唔相信上？对，我过去就是想相信你，这大个代志你也来问我。我唔知影讲，你甲迄个菜市遐卖养老多个查某，过去有一段情，两个人搁惊到强要嫁娶。你想哪怎？你免管我想哪怎样。陈永义，我跟你讲，对囡仔开始，我不准你甲迄个未用落刀的查某斗阵。过去恁的代志，我会当卖计较。啊，不过恁若想我搁看到你甲伊行做伙，我一定会招来个恁家伙，带这个所在带袂落去。你敢？我无甚物唔敢。你甲听清楚，你若敢当着招来，因迄家口啊，一家门哦。咱两个到家怎整？妈，妈，我不是恁妈，那个当娘才是恁妈。妈。你一向伫我心目中是上慈祥、上亲切、对世事上疼痛的妈妈。哎呦，你目睭哦，慢慢看天台有你这款后生啊，别人侮辱家己的老母，侮辱到这款。妈，你应该上了解我这段时间的心情啊，我只不过是想要把头路嚼较久长咧，啊，你就当作是咧陪我演戏，甲你来咧啦。那你外头家嘛惯死惯死啦，搁再讲，你也毋是毋爱阮食生。但你嘛知影，即摆大卖场，甲咱干妈店的生意弄甲迷迷毛毛，啊，我毋真正好意思留落来伫遐白吃白住哦。有影啦，咱已经毋正点啊吼，特别倒啊。你还是去养你的当娘哦，才会大。陪你早晚吼，公妈嘛是随人才。卖个地哦。是要创啥？姐，姐，喂，文如意啊，
啊，咱即摆厝内面哦发生遐尼大阵的代志哦，啊，你搁有心情在拍球？我咧心情歹，唔才来拍球。干来拍球就当解决代志来哦。哦，无你教我要哪做啊？你甲想看卖咧啦，若照安尼落去啊，阿爸阿妈一定会离婚的啦。啊，若照法律问题哦，咱三个囡仔哦，迄妈一定会分一个啊。那咧照办啊，你大兄，你去。什么我去？阿爸较可怜，我要对阿爸。你无听伫咧讲细汉的食上有奶啊？啊，你上细汉的，你对吗？恁是恁两个咧食呢，轮到我的时阵，我咧食牛奶好无？回弟啦，你是大兄，你去。嗯，哇，不管是讲吼食牛奶个食人奶啦，反正你弟弟你着爱去啊。欸，你有食着奶呢？我恁用泡的呢，你用素的呢。